欢迎今天的家庭大师伍自珍老师。谢谢各位前面的观众好，那现场的来宾大家好。好，欢迎大家来到好消息的幸福学堂，希望我们有一个非常充实的一段时间。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要符合我的期待，不符合我的期待的时候，我也没有其他的幸福可想。伍自珍老师从1976年开始任教于台中东海大学社工系，培育无数台湾顶尖的社工人才，也曾经担任台中生命线主任，挽救过无数濒临破裂的婚姻或是宝贵的生命。他更是台湾唯一一位领有国际理情心理治疗督导师，他擅长使用 REBT 的理情疗法来了解自己情绪的问题，同时也能与他人有良好的沟通方式。因为他有这个独特的背景，所以其实上课有一种蛮特殊的他风格的幽默，这样自己生活中的经验拿出来和他讨论，然后你就会收获很多。从他把自己的孩子带入到课堂上面，到跟他先生的相处，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活教材，然后如何经营这个美满幸福婚姻的生活。那我想这个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刚才说关怀之外，真诚之外，另外的技巧其实都隐含在其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部分。2011年伍自珍老师从教职岗位退休，但是他退而不休，仍旧全球跑透透，四处演讲，只为将30余年投身在婚姻家庭等研究与实务经验分享给大家，让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幸福人生。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孩子给我们找很多麻烦，但是今天我想花一点时间来说，有没有什么时候我们父母其实也做了一些事情让小孩觉得很尴尬或者是很不自在。那很高兴今天有好几对是母子党、母女党、妇女党。制作单位在这堂课特别邀请四对亲子党一起上节目，两代同堂会有什么劲爆对话呢？咱们拭目以待。子女可不可以说一下，通常你爸爸妈妈做了哪些事情会觉得不太好的？很多说什么事情都要念。哦，很多事情都要念，比如说嘞，关系了没啊？还功课做完了没啊？然后早点睡觉啊，明天还要上课什么，你就一定要重编，就自己都知道，然后还要继续念。很啰嗦这件事情，我实在是不自觉。我觉得啊，好像是小孩子自己没有自律性的把事情做好，那没有一个人想当一个啰嗦的妈妈，所以认为说如果没有啰嗦怎么得了？不是，如果他自律，这个啰嗦就会不见了，是吗？会吗？你一定会吗？我觉得如果自律的话，他们会有另外一种啰嗦的事情。比如说什么？比如说，你怎么不出去多走走啊？怎么每天在玩电脑？总是要啰嗦，不管，一定会有事情让他们啰嗦。一定有事情让他啰嗦啊，跟自律有没有自律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是跟他们的有没有安全感，或者是嘴巴想要念的多。母亲有什么话讲吗？病态吗？这时候很想推给爸爸，我都觉得好像是爸爸比较啰嗦，我好像没有。比较急，我好像还好一点，是不是？对对对，没有那么啰嗦。还有吗？就是爸爸，他就是比较爱现，爱现大家。然后每次当可能会有活动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全家人都会去，这时候他就会把我跟弟弟就是找来。然后介绍给大家所有人认识，说这是我们家宝贝儿子，这是我们家宝贝女儿。这时候其实我有点尴尬，因为就是别人都会知道你是某某某的女儿，或是某某某的儿子，就是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你叫什么名字。这是我的压力。宝贝有想过这个吗？我没有想过，我觉得
他们很优秀，我一定要让人家全世界都知道。OK， 好，所以他会有一点压力。还有什么爸爸妈妈做的一些事？好，请说。比如说在那个一起坐捷运或者公车，然后讲电话，讲很大声啊。然后或者是比如说你就在他前面，然后就是看到你就很兴奋，然后他就会大声叫你的名字，然后到全部的路人都知道你叫什么名字，这样。对，就会觉得有点尴尬。对，刚刚好像就是我们家跟另外有一些家庭会平常周末的时候都会一起出去玩，然后就两个家庭也很 close， 可是有的时候妈妈就不知不觉的当中把我可能昨天或前一天发生一些小小的冲突变成他们茶余饭后的故事，然后有时候我也会跟他们家哥哥一起玩，他们有时候会无意间就不小心问我这问题，我也会就是非常惊讶，哎，你怎么知道？然后就是哎，我就非常的对这个事情有点不舒服，然后对。所以说，我们正在想要建立美好的形象的时候，突然妈妈就在那戳了一个洞，这样子。对。OK， 好。所以我要刚刚讲说，我觉得我们两家的关系很亲，然后我们也常常每一个月都出去玩，然后每一年又都是这样一个礼拜出去，我就觉得很赞，就是很好的兄弟姐妹一样，这样很好的兄弟姐妹分享孩子的事情是很重要。对，你儿子非常紧张，也急着要讲啊，请说。版权所有，盗版必究啊！就是妈妈，你想要分享，要就是有些事情，你可以把重要敏感的事情，就是把它当作删掉啊，画黑线啊，然后或者是简单带过。但是我妈是仔细的陈述，然后非常细节的，非常细节，对，然后就搞得很像我都是坏蛋这样，然后我心里想，哇，这下死定了，那个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所以爸爸妈妈要讲也要讲的怎样，要技术，对不对？该删的要删，该打马赛克的打马赛克，不能照实讲，是这样吗 ？OK。其实我们牵涉到一个是说不说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有些事情子女觉得不想要让人家知道，可是父母不自觉的不小心就把它说出去了，这一点是让子女不太舒服的，对吧？那我现在回过来说，为什么非说不可？其实我觉得就是习惯性，因为婆婆妈妈嘛，都就是会讲小孩的事啊，可是已经忘记小孩长大了，他其实有他的隐私权。对，就是我觉得二号妈妈说了一个重点，所以重点就是小孩子长大了，所以有的时候就变成说，当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都很习惯说得很，我们觉得眼中真的很可爱的事情，你知道他光着屁股到处跑，你看多可爱这样子。可是我忘记说，孩子长大以后，他真的不愿意人家说他光着屁股到处跑的以前就有的事迹，是吗？哈，我们其实不是很有意的，但是就是很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这样的状况。我想很好，今天就是一个时间可以让我们彼此了解哈。好，在我们进行下面以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主题句好吗？去拿碗筷。不必了，我不饿。你晚上连一口饭菜都没吃，怎么会不饿嘞？气都气饱了，哪来胃口啊？吃一餐饭干嘛气这么久？我气这么久是因为你赚钱少，我在帮你省钱，你还说风凉话。难得出去玩吃一餐，有这么大的罪过吗？吃大餐要花多少钱呢？你也不想想看，我们这个家每个月啊，吃的、用的、穿的、汇钱、油钱，还有什么贷款钱，还有水电费，还有这些孩子每个月的零用钱，哪样不是钱呢？我省吃俭用不是为这个家吗？又不是天天吃大餐，难得大家一起出去玩，我们不是有预备金吗？可以支出啊，又不是拮据到
这种地步。如果像你这样子，一高兴就吃大餐，花这个买这个，我们怎么样去存这个准备金呐、啊？这个准备金是什么意思？准备金就是说，非不到万不得已不去用的钱呢。哎，偶尔嘛。偶尔，偶尔，偶尔，坏习惯就这样偶尔养成的。这跟坏习惯有什么关系啊？这不是坏习惯是什么？你也不想想看，你每个月赚钱都不固定。我都不知道你下个月能够拿多少钱回来哦！我不趁着你现在有能力赚钱，拼命省，拼命存，你还要怎么样？也不至于抠到这种程度吧？你说我抠啊？我你还不抠啊？在餐厅的时候，我说要那盘菜，你说不行。你要不要看菜单？那盘菜有多少钱？自从爸爸生意失败以后，爸妈就常常为了钱的事情吵个不停。有时明明和钱无关，也会被硬扯上关系，这就是我们家的家庭连续剧不断上演。爸，我要上课了。嗯。怎么不吃早餐就要去上课了？妈又没有煮。妈，这200块记得要去吃早餐啊。我知道。哦，哇，悠悠还没起来啊？嗯，爸，我走了。好，再见。在屋里念书吗？太热啦，你也不想去。你就开冷气嘛。冷气又不冷，噪音那么大，我都静不下心。妈，我可不可以买一台新的冷气啊？现在冷气又不贵，而且也比较省电哎。你房间那台冷气用了有10多年了哈。对啊。这么热天没个冷气的确也吃不消。这样吧，我跟你爸商量一下，给你买台新的啊。耶，妈你真好。妈是这样最疼我。就会怪你哈，给我用功读书。知道了。你再说一遍。哎，我们帮这个慧慧跟怡君的房间里换台新冷气，好不好？爸，要分离式的那种啊。听到没有？他们要分离式的。哦，好好好，我知道了。好，再见。哎，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哥。真的不好意思，又给你制造麻烦了啦。没，只是这事情太巧合了。啊，这个太巧合了。我跟你讲，这礼拜我真的没办法还你钱，下个礼拜看有没有办法还你。好好，
不好意思，德哥，真的不好意思。没关系，这又不是你的错。德哥，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来来来，大家都在家。爸，爸，爸，冷气怎么还没安装？很热哎，你现在念不下书。只，过两天就来安装了啦。从我那天让你买冷气，到现在已经过四天了。你到底在哪里买的？这服务怎么这么差？我打电话去抗议。这，算了啦，天气这么热。说不定他们缺少工人呢。现在都是讲究服务品质，哎，他缺少工人就应该多叫一些工人来帮忙啊。是啊，我也觉得应该要去抗议一下，哎。对呀，这样才能提升他们品质。我玩游戏一秒也不能等啊。这，啊，好好了，过两天我就打了。不行，现在打。这。哎，我是在大卖场买的啦。那单子呢？我来打。我放在车上了。放在车上。宁德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没买了。啊？什么？你还没有买，爸，你刚骗大家。我把钱借给阿水周转几天了。你把钱借给别人，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哈？阿水说他有急用，他下星期就还我了。你把钱借给别人，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你知道这笔钱对我们这个家有多重要吗？哈？阿水说他有急用嘛。他下星期就还我了，那也得跟我商量啊！你知道这笔钱对我们家有多重要吗？这，你的教训还不够吗？你想想看，你那工厂怎么收的？向你借钱的人不是也说下个月就还给你吗？结果呢？结果把我们这个家庭害得有多惨？你自己说嘛！你现在又把我们省吃俭用存下来的备用金拿去周转给别人，你怎么做出这种事情来啊？他阿水他不一样的啦，他会还的。阿水不一样，他有什么不一样？难道他脸上写着我不会倒债吗？自私、幼稚、没责任感。哎，这个家要不是我来帮忙赚钱，你家大家早就喝西北风了。你也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嘛，我什么时候没有责任感了？我在外面赚的钱都拿回家了。嗯，光靠你开计程赚的那点钱呢，养得起这个家吗？啊？是我没有用，我赚的钱少，但是你也不至于践踏我的尊严吧？我践踏你的尊严？不要吵了啦！李军他离家出走了啦！啊？我看看自己看了，这样的家让我好想离家出走。啊！离家出走了，宜君离家出走了，那我赶快打电话。我打电话问他同学，快！没有看到我女儿，那你再去看我一圈吧。好，谢谢。好。不疼了。哎，宜君，宜君，宜君呢？哎呦，你回来了，坐下。哎呦，回来就好，是吧？回来就好。酷哦，离家出走哎。谁离家出走啊？你呀。你自己还写纸条说要离家出走的，家里吵闹闹的，我是很想离家出走，去练练勇气啊。哦，搞了半天，你刚外出，不是离家出走啊？现在那么吵，怎么读不下书嘛？我只是去附近的咖啡厅读书。跟人家比较是希望他能够更上进，就是说他能够把自己的行为改正做得更好，因为他比较真的让人家很有压力。像我妈都很喜欢，就说你看别人家，他每天都帮妈妈做家事，还考北一女，人家做多少，然后你又差别人多少，就是看不见我们，我就觉得这样不太好。好，
刚看了主题剧之后，我想我们来稍微来想想那个主题剧的内容哈。你觉得做子女他最受不了的是父母做了哪些事情？好，就是吵架，家里气氛很糟。就是父母吵架的话，孩子是不太喜欢的，对吗？气氛很糟。你还不够啊？还有吗？我觉得吵架是一定会有，就是你要考虑到孩子在的场合是不是到另外另辟蹊径啊。所以是说，有的时候父母在做一些举动，可能没有考虑到对小孩子可能会有影响，是这个意思吗 ？OK。还有在剧中的时候，我在想孩子最不喜欢就是可能有人大声的咆哮，像妈妈这样子，刚刚那位剧中的妈妈一直哒哒哒哒哒这样，一直说，然后说话很大声这样子，所以这些也会让孩子很有压力，对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教有的时候比不过看的。好，就是我们常常会说很多道理，我们希望小孩怎么样，可是小孩学习最大的教材是从哪里呢？是去看。所以我们常常在研究目睹儿童，对吗？就是孩子从小到大一直这样看着父母怎么沟通，然后这些也会造成他的一些伤害。为什么？因为小孩子不喜欢父母吵架，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好像不是针对小孩，可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有的时候就会造成对他的一些影响哈。那我自己就是根据一些人的提议，还有我自己临床上面的一个观察呢，我就列出十项青少年或者子女最不喜欢父母做的事情哈，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青少年最不希望父母做的十大事项：一、父母争吵；二、父母失信撒谎；三、冤枉孩子又不听解释；四、忽视孩子的独特点；五、侵犯孩子的隐私权；六、没有听孩子说就啰嗦讲道理；七、说我了解你；八、批评我的朋友；九、将我与他人比较；十、父母明明错了也不道歉。这十项是伍姿珍老师多年来的临床经验观察。事不宜迟，来看看现场的亲子党答案是不是有落差呢？好，我们先请做子女的先翻开来看好不好，哪一些你是认为最不能受不了你父母做的事。好，父母争吵把我跟别人比较，比如说是什么样的状况？就是父母会为了小事情就会大小声，就是很有精神的沟通了，这样。因为爸爸声音本身就比较大声，他的观念跟妈妈观念有点不一样，就会可能在餐厅就是餐桌上面就大小声，然后我在旁边就是在玩手机的时候就觉得很烦，我说你们可以不要吵了吗？就是情绪会影响到，然后我就不想待在那边，然后我就直接进房间了。就跟刚才那个剧中的很像，对吗？OK。 还有将我跟别人比较是一个什么状况？就是妈妈会希望就是我多帮她做一些事情，然后可能就是说啊，我们就是店里面就是他们家的小孩啊都会帮她妈妈做家事啦，然后我就说哦好好好好好，就是讲给你听的。我就越不想做。哦，是为什么？为什么年轻人的反抗了？就是你越说我越不做，这样子越说越不做，越说越不做。 OK。 好，那这里冤枉孩子不听他解释是不是？譬如说，就是他会认为你就是这个样子，他说你每次都这样，可是其实明明就才第二次，可他都会说你每次都这样，你就是这样。 OK。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很多孩子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父母假定我是怎样，譬如说你就是这样，我做一个示范，你就是这样，你就是这样，说你是不是这样，你就是这样，你就是这样。那孩子要说你还说，不许说你还是这样，你会这样。然后就发现有的时候子女真的是很忍受不了，就是父母一直说一直说，然后强迫我接受我就是这样人。所以有意思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父母会不自觉把孩子推到坏人的角色。 OK。 好，还有吗？我来看看这位。就是我父亲比较常就是会批评我的朋友。会批评？就是可能比如说跟他分享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哎，如果身为你的朋友他应该要怎样做，怎么会就是让你这样做，然后就会批评他之类的。对，这个是尤其青少年
非常非常反感的，就是你不要批评我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你不要交这个朋友，你看他一点规矩都没有，你不要跟这个没有规矩的在一起。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说很重的话，你看这个人多没出息啊，你就不要跟他在一起。这种重的话再加上批评朋友，这个是很伤青少年，很伤子女的，因为这是我的朋友，请你尊重我的朋友。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看我们猜的对不对啊，吼，好不好？我们四号的母女党，好吗？那孩子认为最不喜欢爸爸妈妈做的事情是哪几项？你念一念，好吧？是父母争吵，然后父母失信撒谎，然后冤枉孩子又不听解释，没有听孩子就啰嗦讲道理，将我与他人比较。OK， 那妈妈认为你的答案是什么？父母争吵，对不对？父母争吵，冤枉孩子又不听解释，没有听孩子说就啰嗦讲道理，父母明明错了，也不道歉。好，这个好像女儿没有写，但是是你写的是吗？对。可是有好几点她写的，可是你没有写。其实父母的啰嗦，我觉得是应该是叮咛跟关怀，可是小孩子的耳中听起来可能很不舒服。然后比较是因为有时候会跟他讲说这个朋友不可以交或者是什么，是要帮他过滤一些朋友，好的朋友或是怎么样，其实都是出于爱。那跟人家比较是希望他能够更上进，对对，就是说他能够把自己的行为改正做得更好，是这样子。我觉得也很有趣，我是想孩子应该知道父母也是出于爱心吧。嗯，可是当下就是听就没有觉得是出于爱的感觉。对，但是当下听了你觉得是出于什么感觉？就是想要骂你啊，因为你根本什么事没有做，他就你还在做自己的事，然后他就突然把这件事提出来，然后就突然又开始整个家庭气氛又不合，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好好的在做功课你要突然提这件事情，就是觉得很奇怪，你是想跟我吵架吧？所以好像体会不出来你妈妈是出于爱心或者是什么，你会把这个行为解释说你故意找茬是吗？对啊对啊。好，那父母是说我是要给你很好的规劝，所以你会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我很想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一个事实啊，它常在每个人眼中都长不一样，对吧？发生同样的事实，可是我会从这个观点来解释的时候，它就变这个样子。可是你从那个观点来讲，它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对吗？我就认为说这个道理，我告诉你话，我告诉你隔壁那些人会做的事，我是要提醒你，你可以更好，对吗？可是我们不直接说，我们是举别人的例子，希望不自觉当中就熏陶我们的孩子，然后突然之间觉得自动自发去做这些事情，对不对？可是孩子不一定会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这个时候他觉得会排斥，因为他有另外的解读，是吗？我有意见，我觉得像类似像那个与他人比较，我觉得与他人比较真的让人家很有压力，因为其实因为小孩子其实都会想要做的就是想要做更好，可是如果像我妈啦，像我妈都很喜欢就说你看别人家那个他每天都帮妈妈做家事，还考北医女，还考医科什么的。可是就那种人是很少数，那你就是永远你一直比，就是要更上进吗？就是你那种人根本就达不到吧？就是每一个人都每个人，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会比较成这样，然后或者是说，如果你做一点点家事以后，他会说你看人家做多少，然后你又差别人多少，就是看不见我们做的东西，然后就是别人做多少，他永远只看到别人做多好。我就觉得这样不太好，所以好像在孩子心目中，好像当我们提醒他说别人做多好的时候，好像那个标准就一直往上提，那这个对孩子会产生无形的压力。好，中间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事，就是你们都会说这个中间这一点，没有听孩子就啰嗦讲道理，这个妈妈会认为小孩子也不喜欢这个，所以你也会体会得到，对吗？对。可是我们是不是还是继续不断的继续啰嗦？有时候会听，不是完全没有听啊。可是有时候我要转述一下自己
做父母的心情一定要让他知道，所以会把话讲完。所以我觉得很有趣，这个啰嗦这个事情呢，我相信很多小孩可能都不喜欢父母啰嗦，可是我们为什么非讲不可呢？我自己后来慢慢分析哈，其实我们觉得说了以后，我们的焦虑会减少。所以常常很多时候，我也希望子女能够了解说父母为什么要啰嗦呢？如果不说，他知道这个你应该知道，但是他不说的话，他就觉得他很有责任。但是说完之后呢，他知道焦虑就减低很多，至少我怎么样，至少我说了。所以后来呢，我自己就发现我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孩子说，原谅妈妈，这跟你没有关系，只是妈妈哈会担心一些事情，可是妈妈如果不把担心的事情说出来，妈妈就觉得对不起你，所以请你忍耐一下，听妈妈稍微把我担心的时候说完，提供你做参考。实在很抱歉造成你的烦恼，我实在是非常抱歉。我因为后面我会特别要来讲说，其实在我们彼此的互动里面，我们都对对方的动机或者是对方的想法有所诠释，我们会假定说你就是这样的意思，那其实都会把一个很单纯的事情复杂化。那所以我在想说，我们子女跟父母都是一样，我们如何能够脱离自己的原来的旧的模式的想法，然后试着把真正的意思来告诉对方的时候，来争取对方的了解。我想子女也是一样，如果可以这样的话，也许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关系轻省很多。其实事实上就是我关心你，你爱我，这就是单纯的事实。好，我想哎，等一下我想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再来听听其他的家长子女的意见好吗？ OK， 我们暂时休息一下。都常以电话簿或是简讯或 FB 会去看你的，所以我之后才把我妈爸妈封锁。但是我很好奇，想知道说你怎么知道爸爸妈妈有去看？因为他看完我 po 的比如说笑话或什么，他们觉得不文雅就会回来念我。所以不但偷看还泄露这样子。好，我们刚才已经有一些在对照他们的那个答案了哈，来，我们看看这个跟哦，哇，这个儿子把所有的项目都写了哈，那妈妈写的七样，你全部那说说看，你好像妈妈很完美的每一件都做了，是不是？这么说好，应该是说妈妈是很爱我。可是他的表达方式可能是用高度的关怀，他可能原本要说的话变得又加重，然后情节加大，然后说的效果变更大，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我受不了。比如说像父母失信撒谎，比如说什么样的状况？大概前年吧，前年我那时候我就想要留胡子，然后我就留了还不留了已经有一点小有程度了这样，然后那时候妈妈就兴高采烈跟我说，哎，那个某一家饭店的那个buffet自助餐很好吃，隔天又要再去一次。那我就跟我妈说，哎妈，我也好想去哦。然后我妈说，好啊，可是你那个留着满满的胡子好像不是很合适这样。然后就不合适吃自助餐，不合适，对。然后就他说他可能碍于面子吧，因为还有其他的一些阿姨们一起去这样，然后就跟我说，好，你把胡子剃了，我就带你去吃。当然了，免费的一餐，这个好，所以我二话不说我就把胡子剃了。结果隔一天早上，就是可能妈妈朋友打电话给他，然后他也没有说得很明白这样，然后就就没了这样。然后我就觉得，那你是开拔蜡票吗？被跳票，你也是被跳票，那总有一个理由吧，有一个原因。那我是觉得你可以试着跟自己的儿子说，那我至少我也可以明白理解这样。所以在当时你的感觉是什么呀？当下是会情绪比较多，就是会比较生气这样。OK， 那我可以听听妈妈，就是本来朋友约好，然后刚好有会员的那个妈妈说她那天刚好有事，那我就觉得，哎，我那时候觉得，哎，临时有事就有事，我没有那么 care， 我只是想说，啊，人家临时有事，那我们就下一次约就好了。那我会讲说胡子刮掉是因为。都是阿姨都看起来都我们都很年轻啊，你一个孩子留个胡子，我怎么觉得我是你的妈妈，我们就觉得变老。然后我会觉得
让这些阿姨就觉得，哎，这个孩子怎么才多大年纪就留个胡子？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那后来回来没跟他讲这一件事，也没有讲说，哎，反正就是下一次再吃就好了。我那时候很单纯的想法，就下次再去就好，我根本就把这件事忘记了。所以有的时候就好像发现说，我们认为是小事，可是在孩子心目中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或者是说它是一个证据，证明这个妈妈说话算不算话的一个证据，对不对？我们好像不自觉有的时候就会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哈。OK， 还有吗？比如说像有时候父母会争吵，就是毕竟父母的以前他们小时候生活价值观不一样，比如说只是买个东西，嗯，哦，我就觉得说就像刚电视剧里面讲的，就大家买来吃，偶尔快乐一下，我们买的是回忆，何必吃了就是吃了东西走出去就开始那一餐真的好贵，然后那个什么价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逛了街逛一个小时哦，他们眼睛在看东西，他嘴巴都在讲那个好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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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觉得那很扫兴。在所以也很有趣哦，现在当孩子慢慢长大之后，你会发现他对父母的做法也有他的看法，对不对？对，不只说父母对子女的做法我们有看法，那子女慢慢也对我们的做法也有看法，因为他也开始有他的道理。像我们刚刚一号这孩子说的，对吧？要活在当下，对不对？那这是他的道理。对父母来讲，节省是很要紧的，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开始我们的价值观或者道理就有点出入的时候，可能也会造成心理上的不愉快。 OK， 好，这对我们来看看好不好。妈妈是认为除了一项以外可能孩子都不希望做的，可是孩子比较怜悯哦，好像项目比较少，请儿子说一下好不好。父母私信少，妈妈一脸很迷惘的样子。好，请你说说看。有一次我回家，我发现机车不在位置上，就回去跟妈妈说，哎，车子怎么不见了？就妈妈说，哦，没有吧，应该是你看错。然后就隔天跟我讲说，结果机车被他卖掉了。我又不是瞎子，我的机车位就没有机车。好，妈妈要反驳怎么样？这辆机车是这样子，他去当兵，然后给弟弟骑，弟弟呢就这辆车就失窃了。在这段失窃时间，我就跟孩子说，我要把它卖，就算找回来我也不要了。我最近处理得太迅速了哈，所以他们还在期望说，终于找回来了，该修的都修好了。结果呢，希望它是停在我们家的停车位。结果呢，我就修好回来我就卖了。对，那这方面就是我跟他们沟通没有沟通得很好。所以你又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变成简短的说话里面常常会漏掉非常重要的细节，对吗？好，然后我们就会加以解释。还有吗？侵犯隐私权吧。哦，譬如说哪些行为？譬如说会偷查你电话簿，或是简讯、LINE 或什么，或 FB 会去看你的。所以我之后才把我妈爸妈封锁。但是我很好奇，想知道说你怎么知道爸爸妈妈也去看？因为他看完我 po 的一些，比如说笑话或什么，他们觉得不文雅的东西，就会回来念我，就说你不应该这样子。所以不但偷看，还泄露，这样子，还被人家抓到证据，这样子。我说你那天晚上是不是跟谁去哪里？我觉得这一块是非常奥妙的一件事情，就是青少年如果一从小孩到青少年，其实最大一块就是他认为终于拥有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这是我的想法，我的感觉，我的朋友是我抒发的地方。这样，可是就这么小块，可是你还要来侵犯，连我这小块都没有，所以常常会引起什么？引起心理上面可能有很大的一个反感哈。我觉得有的时候很有趣。其实我们自认为我们很了解我们的孩子，可是有的时候真的，你如果没有从他的角度去看的话，你很难了解他为什么会做这种事。那我为什么不能做这件事？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哈。我的儿子上国中的时候，他就很严肃地跟我说：“妈妈，我什么要求都没有，我只有一个要求，请你下雨的时候不要送伞到学校。”可是我想说，送伞那么严重吗？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就是不要送伞。然后我就开始解释了。你会认为妈妈长得丑吗？会丢你的脸吗？就不要我到你学校吗？我开始这样乱想的时候啊，
我等一下会教大家，一定要 stop， 你不要让你的想法泛滥成章。我就是停下来，我说我还是来问问孩子比较好。我就说你不要我送伞去你学校是什么原因吗？好，孩子不会说的，没有什么，你就不要送就是了。然后他也不要回答。那这时候你要自说自答，为什么？你就要去想，从他的观点，为什么不要我送伞到学校？别的妈妈可能没有送伞，还有别的？觉得是不是，太幼稚了？妈妈就是长这么大要照顾我，那现在已经长大了。嗯，让同学认为他还是妈宝，可能对妈宝，就这意思。我就在想象一个图面，对吗？这小孩好不容易从小孩变成好像成人一样青少年，而且是男女合班。他真的想要 be a man 的时候，突然一个老妈妈拿一把花伞，从很遥远的地方说：“儿子啊，妈妈给你送伞。”你觉得他的脸往哪里放，对不对？所以从那个启示，我就是发现说，我们常常出于直觉、出于好意、好的动机，然后做一些我们自认为非常好的事情。可是在他的世界来看，那是多丢脸的事情。或者我们当面的时候，我们就抱他说：“儿子啊，来妈妈亲亲。”像这一类我们觉得多么优美的事情，或者多么亲爱的事情，可是对一个正在青少年的儿子来讲，那是一个实在让他活不下去的理由。所以我倒是觉得说，其实我们中间都有什么，都有些误差。所以我想给大家一点建议哈，我想在观念上我们可以做一点改变。我们孩子很不喜欢我们说很多教训的话，很多道理的话，可是今天我要跟孩子说，其实孩子，你们要了解，父母是不能不担心的，他一辈子都会担心到底，因为你是他心中的一块宝，他不愿意看你掉一滴眼泪，他不愿意你受半点委屈，因为他那么爱你，他一定要在你一生当中继续啰嗦下去。为什么？因为他无法脱离他的担心，因为他就是爱你。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是希望小孩子能够了解，父母其实啰嗦这些就是他非说不可，可是这就是爱嘛，我没有办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嘿，一个很已经受过高等教育的，可是出门的时候他爸爸说注意哦，绿灯才可以过马路，那我们觉得我哪里不知道，尤其我们做年轻人，我这些都知道，你不用提醒。注意，父母说这句话不是认为你不知道，是认为他非说不可。尤其中国人，我们很少拥抱，我们很少跟孩子说我爱你，那我能怎么说？我就说这条鱼要足好吃，你紧吃。好，那你不吃的时候，你怎么爱吃就喝起来了，看着你不能，我们就觉得很有压力。我要不要吃，我哪里不知道？可是父母就是要告诉你，借这条鱼告诉你我爱你嘛。那他就告诉你很啰嗦，要洗澡哦，我哪不知道要洗澡？可是我能够说什么？你发现父母也有他的困难呢、啊，那父母也有人的限制，他没有办法脱离他的背景，他没有办法脱离他过去的习惯，他不了解。有的时候我拿最近拿一个手机去问一个店员，店员一脸不耐烦，啪啪啪，就这样。我说对不起，你很熟，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可以慢慢说吗？他就很不耐烦，这么简单的事情你居然不知道，对吗？不但我们对孩子有不耐烦的表情，孩子你很多时候也会露出很不耐烦的表情，因为我们真的不懂你的时代，所以我们只能用很拙劣的方式来表达我多么爱你。所以请你们也了解我们，也接纳我们，我们有限制，我们 try our best， 但不是 the best， 我们只是 try， 但出来的不是 the best。 另外父母也是需要时间来学习的，父母只是爱你，只是想跟你聊聊，想要亲近你，就是这样而已，就是这么单纯。所以但是孩子又觉得跟你聊什么呢？没有什么可以跟你聊。那父母跟我们有脱节的时候，就请你们也给我们一段时间，让我们也满足一下可以跟你聊天，就稍微允许我们说一些你听不下去的话，啰嗦的语言，有一些跟不上时代的知识，原谅我们，因为我们只是爱你，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爱这个时代的小孩。
所以这个时代的小孩也希望你们有这个耐心来忍受做父母怎么样让他有学习能够爱小孩。那父母也要把自己解读的习惯先停止，我觉得是要停想再说。停就是你马上发作的时候就停下来想想看，我的孩子真的是如果想象的就是很悖逆吗？他就是不听我说吗？还是他有其他的理由呢？然后再开始说话，你就发现你说的话孩子就比较容易听。就是我们要来说孩子也是人，跟我们同样有什么，有他的特质。那我们不是不能啰嗦，但是我们抓的点不要都抓他做不到的，不要都抓他做得不好的，然后让别的事情来跟他比较。我们要发掘他什么正面的特质，还有行为的动机。他有些行为不好，说话不太好听，或者做法让我们觉得不太能接受，但是我们要谈的是他的动机。所以我有一个建议，我们的技巧上或者我们说话的方式上可以说，我相信你的本意一定不希望闯这个祸的，你从这个开始，而不是说你为什么闯这个祸。我想我们的开始的气氛就不太一样。我的讲话的一个重点是，我想知道你的理由跟动机。我谈到是理由跟动机，那下面我们还能够来谈谈什么方法，可能有错，但是动机应该是好的。所以我们先说他的动机，你应该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有你的理想吧，你能不能稍微说一下？那他可以说，他的哦，对，你的理想真的是蛮好，好可惜哦，最后好像没有我们预期的效果。所以没有预期的效果你一定蛮失望的哈、哦。那妈妈真的是要给你打气，在失望的时候你觉得我可以帮你什么忙，这样我们还是可以问出他的理由跟当时的状况。可是我们所说的是什么？是支持跟鼓励，把他的良好的目标成为讨论的重点。那另外把孩子当成有血有泪的人，是会委屈也会愚蠢也会犯错，就跟我们一样。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当我们的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喜欢用羞耻处罚，我们觉得如果让你羞耻到极尽你就会改好。可是人不是靠羞耻来改变，对吗？人是靠鼓励，我觉得我还可以改善的时候我才愿意改善。可是如果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改善，因为你把我说的一无是处，我完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是没有力气来改善的。因为我觉得既然在你心目中我就是这样，那就这样吧，那他就是放弃自己。那我觉得我们其实对孩子最好的专家就是一个鼓励的专家，因为他们的世界是非常辛苦，他们世界充满了竞争，他有很多不知道的。可是最爱他的专家就是我们，对不对？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好，那具体鼓励他的进步，注意他的过程，不要只讨论他的结果，重视他的过程，让他有机会能够怎样冲破挫折，达到某一些的成就跟成功，然后用明显的动作跟语言让他知道你爱他，听他的想法，了解他的想法。我觉得在世界上，尤其这个世代，已经没有人听你孩子说话，他的同学不听他说话，老师更不听他说话，所以你孩子有一肚子没有办法跟人家说的话。如果我们再让我们的孩子不能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孩子真的是苦啊。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也给孩子这样一个机会，鼓励他的特质，欣赏他的特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孩子的特点是上帝创造，他不能 copy 隔壁邻居李大哥，也不能 copy 他的同学王同学，他只能照神给他的恩赐发展他的特长。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有怜悯有爱，其实我们会发现孩子跟我们是可以讲的。可是呢，另外一点我希望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做父母的你开始让孩子有习惯了解你，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OK， 有的时候我们孩子会嫌我们穿得很不时尚，对吗？你又会觉得为什么配这个裤子真是很难看之类的。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感谢他，谢谢你，你提供的意见。但是老妈就觉得穿得爽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允许你的独立，也允许怎么样自己的独立，但是能够彼此感激你对我的欣赏或者意见，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也都可以拒绝。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压力拿掉，剩下的就是什么？关怀跟爱。所以我觉得饶恕跟接纳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现在的时代里面，我觉得已经生活让我们喘不过气来，让我们剩下一点点时间，最好的时间给我们的父母子女，因为我们真的相处的时间不是那么多，好吗？我想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我们就到这里下课好吗？每个小考，我都要考超过90分以上了，我才能去做那件事情嘛。做那件事，那件事是哪件事啊？哎呦，什么都不懂，跟讲也没有用。我什么都不懂，那我走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跟你讲就是了嘛。我那个网友啊，他跟我约出来见面。你不是告诉我你只跟他在网络上神交而已吗？绝对不见面的啊。刘明柔，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哎。1个月前我跟他还不认识啊，我当然会那样讲啊。可是。